大家好，我是程琴，我在景德镇用陶瓷雕塑的方式来创作幻彩三星堆。接下来我用手边的泥土来制作这个青铜面具。陶泥制作的青铜面具，它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典型器物，是人们在神庙中供奉膜拜的神器。你也快来加入幻彩三星堆吧。